생활 거진정보. 我加没有空气炸锅，煮烤箱220度20分钟。我也好期待呀！哇！忍不住撒点辣椒粉，我也没忍住撒点辣椒粉，蘸一点这个番茄酱来上个一大口。我的天哪，甜的好刺激！ 甜的好吃极，紫薯又多又甜又脆，里面一定有柿子。加的是黄瓜的冰糖葫芦，看别人吃，我也流口水，结果好给立满意。吃这太爽口，加的是啥样的蓝糖冰糖葫芦？这玩意儿还拉丝呢，葡萄味的酸甜的，现在一点酸味没有。不过这丝拉的很到位，这玉米糖的冰糖葫芦，这个串起来老费劲，没有男朋友的，我劝你不要弄这个。 吃起来除了甜味就是玉米味。这橘子拌的冰糖葫芦，不是我串的，我以为是橘子。这个是橘子的软糖。哎妈呀，齁的慌！这是金桔的糖葫芦。这东西他们说生着能吃，谁说的？来，你站出来。